大家好，我是格子。我这边到这个工行啊，存一下钱啊，因为这个微信里没有钱了，没法从网上买东西了啊。那现在呢，由于是这个非常时期啊，所以说呢，大家看看我这边是怎么存钱的啊。首先呢，我这边需要拿出啊，我珍藏多年的啊紫色塑料袋，然后啊，把这个塑料袋打开啊。我会戴到手上啊，然后开门的时候啊，一定啊用套着塑料袋的手开门啊，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啊，这个很容易感染病毒啊。然后点这个无卡交易啊，存钱的所有的这个过程啊都需要套着塑料袋进行啊。这个卡号啊就不给大家拍了，然后把这钱啊，一定不能碰到任何地方啊，放到里边，然后再带上这个塑料袋啊，点确认，好，然后确定，就是在存钱的整个过程中啊，都需要这个带着塑料袋完成啊。然后出门的时候呢，拿好刚才的红包啊，检查一下里边还有没有钱啊，没了，好。然后出来之后啊，立即把这个塑料袋啊扔到这个垃圾桶里啊。来，那么这样这个手呢就没有接触到任何病毒啊。好，那朋友们，你们这个非常时期都怎么存钱呢？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啊。那这期的 vlog 呢就到此为止，拜拜。